好，各位观众，又是我们猛丁哥的时间，播出的这一集呢是第二十九周的第二集，就是星期四晚十月二十六号的晚上九时，我们是会讲一个邮票的故事。这个邮票的故事呢，看我的封面，我封面那个呢就是一个1946年的8月30日发行的一个，就是紀念香港重光的兩個郵票的，其實一個就是面額1蚊，一個就是面額2.5毫的，一個就是平郵，一個就是空郵。一蚊呢在1946年的香港呢，港幣1蚊有很多錢下，咁呢個唔係一個平郵票，仲有一個首日封添嘅，我哋大家可以睇下呢幅圖，就係一個首日封啦。咁另外咧，嗱，而家我哋睇到個首日封，呢個首日封咧就係佢嗰個郵錄咧就係1946年嘅8月29日。本來咧就係戰勝日本和平咧就係8月15日嘅，但係英國嘅部隊正式喺香港接受日本投降咧係當個月8月嘅月尾，所以咧佢就係將嗰個發行日期咧擺喺1946年嘅8月30日，而個郵錄咧係8月29日。我就唔係一個集郵專家，呢個郵票咧喺郵票嘅金錢價值方面咧就係都唔平嘅，但係我諗主要個收藏意義咧係特殊性，在於香港係重光，香港重光咧就係、是、當時係華洋各界咧都非常之興奮，就擺脱咗日本淪陷鐵蹄的魔爪，重新獲得自由啊！咁就呢個意義咧，就係非常之大嘅。咁就嗰個郵票咧，根據當時嘅記錄咧，就係郵票收入封全部都賣得好好。就但係我都有啲朋友有收藏啲郵票嘅。咁我哋見到就係我哋今一集嘅封面咧，就係呢、這個我哋呢個一蚊面額個郵票嘅即係嗰個長圖啦。咁而嗰個我哋見到頭先你見到嗰個咧就係首日封，首日封同埋嗰個郵票長圖嘅首日封咧就拍係連咗一個大面額嘅同埋一個細面額嘅，即係一個係即係細面額嗰個就是藍藍地色嘅。咁呢個郵票我哋見到上面咧就有英皇喬治六世，即係英女王嘅父親嘅正面嘅肖像。呢、這個正面嘅肖像咧都係非常之罕有嘅。通常我哋見到王，即係嗰個君主嘅圖咧，都係英女王啊，或者我哋叫男人頭，即係以前嘅英女王登基之前嘅上一個皇帝，即係喬治六世啦。咁嗰個咧就我諗係早20年前咧，都係一個好普遍，尤其是啲斗領啊，成日都見到嗰啲斗領咧係有即係五仙咧係個男人頭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係英國君主喺嗰個鑄幣或者嗰個鈔票或者郵票上邊，而係正面嘅圖咧係好少有嘅。咁呢個咧我就覺得咧即係亦都係一個特色嚟。但係我哋要想睇咧就話你再睇下一幅圖啦，下一幅圖咧就是個郵票設計的草圖。這個郵票設計的草圖呢就是視為1942年尾1943年初就在這個赤柱集中營，就當時的香港的郵政局長，當然他已經是成為戰俘。日本人是這樣的，對於所有的殖民地的統治者而非華人呢全部是集中監禁在長沙灣和赤柱。赤柱集中營裏面呢就是幾乎清一色都不是中國人。但是如果大家有看過桂河橋啊，或者看過 James Clavell 的 King Rat， 你就知道呢其實當時我想在白人在亞洲200-300年的歷史，而長期受到虐待和過啲非人的生活咧，應該就是在日本統治太平洋，即係珍珠港事件之後，日本佔領了
整個太平洋之後而成為戰俘的白人是過的生活是最為悲慘的了。那就我想是現代社會裏面是很少有被虐待或者是殘酷對待酷刑等等，還有即是生活在飢餓和死亡的邊緣，是可以喪失了人的尊嚴，是可以長期地這樣監禁，基本上是違反日內瓦條約的，是亦都違反人道的。但是我想當時的訊息呢，日本人就說大東亞共榮圈呢，即是黃種人的世界，所以他特別是蓄意地呢在當地的民眾面前是虐待那些曾經高高在上的白人。咁我想講咧，就係呢一個郵票嘅草圖咧，頭先你睇過嗰個草圖咧，就係、是、一個咁困難、咁艱苦、咁不穩定嘅情況。1943年嘅時候，冒住生命危險，而係用最簡單嘅紙張。嗱，英國人係有啲幽默嘅。呢、這個郵政局長咧，佢就叫做 Win Jones。郵政局長咧，佢就在和平之後呢，就寫過一封信給英國倫敦的郵政局長，就是解釋他設計這個郵票的過程，還有呢他附有 一封函件，就是有一篇文章，就是講他怎樣設計。他有一個幽默的講法，就是說他用的紙張呢，所以畫得不太漂亮，因為這些紙張是有特別的用途。嗱，呢個所謂特別嘅用途，大家都知道係乜啦？就係喺謀刺嘅時候用嘅。咁佢用最簡單鉛筆，係畫上一個郵票嘅大概。嗱，而家最後成為真正官方嘅郵票咧，就係、是、當然印刷精美咧，就係、是、英國嘅著名嘅印鈔廠 Delarue 嗰度印出嚟，就係、是非常之精美咁嘅圖案，亦都係非常漂亮。我哋見到咧就係、是英皇嘅頭上有個皇冠啦。同埋英皇嗰個肖像嘅旁邊有兩隻福鼠，兩隻福鼠喺廣東嘅華人嚟講咧係代表福氣，因為福蝙蝠嘅福同埋福氣嘅福係諧音嘅，咁啊代表福氣。咁另外咧就係有兩個盾徽，有香港呢兩個字，同埋亦都有 Hong Kong 嘅英文稱呼。咁就有一個對聯嘅，喺右邊嘅對聯咧就寫住。鳳鳥復興，左邊的對聯就寫著漢英升平，咁下面就一隻鳳凰喺嗰個火焰裏面走出嚟，然後鳳凰下面有個拉丁文叫做 resurgo， 即係 arise， 即係復興嘅意思，即係喺死裏復活。鳳凰喺烈火中重生咧，其實所謂鳳凰咧就係、是、西方神話裏面嘅 phoenix。西方神話裏面的 Phoenix 和中國人的鳳凰是否同一樣東西呢？其實不是的，不過現在我們供應都當它是相當類似的東西。就西方的傳說呢，就是鳳凰呢就會就是當它生活了500年之後呢，就會引一些火來燒了它自己，然後灰燼裏面重新有隻新的鳳凰產生。咁其實佢象徵咧，就話經過死蔭的幽谷，經過破壞同毀滅，我哋嘅希望係冇滅絕到，咁啊人咧，同埋我哋嘅思想同埋理想咧，可以重新振作，再展高峰啊！咁呢個郵票就係、是有呢個咁嘅大概啦。但係我想講咧，就係、是、下一個 point 咧，就係、是、所謂鳳鳥復興咧。原來咧，當時嘅郵政局長喺最困難嘅集中營裏邊運咗2800個歐裔嘅人士，而係喺命運係一片迷茫，同埋今日唔知聽日事，同埋性命受到嚴重威脅嘅情況之下咧，佢係設計咗一個有西方同埋中國文化特色嘅郵票。同埋咧，鳳鳥復興嗰幾個字咧，係佢自己寫嘅。你睇個草圖就知啦。
但係後面咧，而家我哋見到個最後製成嘅郵票咧，就寫住漢英升平。但係其實最初佢係寫漢英大和嘅。嗱，佢大和嘅意思咧，佢以佢有限嘅漢語知識咧，即係中文嘅水平啦，佢係一啲英國人，其實正確嚟講應該威爾斯人，但係佢應該係話大不列顛嘅人臣民啦，係白種人啦。咁佢喺香港做郵政局長咧，都係管理嘅上層啦。咁原來連郵政局長咧，郵政局長都有一定嘅中文水平，佢起碼知道鳳鳥復興係點樣寫。但係佢亦都有有限公司嘅中文啦，所以佢就寫漢英大和，大和即係大嘅和平，即係和平，即係一個 great peace 啊。咁但係咧，佢唔知道原來大和咧喺漢語裏邊咧係代表大和民族，即係代表日本人嘅。咁喺佢嗰封函件裏邊附錄嘅文章咧，佢就講過咧，佢同一個當時中華民國嘅將領，海軍嘅將領咧，就偶然相遇。咁、那個海軍將領睇咗佢草圖就話：啊，先生你搞錯咗啦！大和咧，如果我哋講英國人、中國人或者我哋盟軍戰勝大日本帝國、戰勝日本軍國主義，但係大和係講解日本嘅，所以你咁樣用落去咧就有啲唔妥當啦。咁於是就建議佢用升平，即係歌舞升平嗰個升平，升平即係其實個意義都係 great peace， 都係和平。嗱，咁中英雙方自從呢個八國聯軍之後啊，都未曾交戰過，而且在清朝的晚年，直至到北洋政府去到國民政府咧，佢哋基本上是有友好的邦交，同埋香港、中國同埋英國之間的關係咧，都是非常之和平嘅，同埋佢貿易是非常之頻密。我講戰前啊，咁所以咧，其實唔係話中國人同英國人嘅和解，而係話中國人同英國人喺共同打敗大家嘅共同嘅敵人之後。我哋建立一個新嘅秩序嘅時候咧，漢英唔同嘅文化，中西文化都是一家，中西嘅人民都係一家，大家都係香港嘅公民。咁呢個就係我相信咧，就係佢解釋嘅所謂漢英升平。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原來呢一個 Win Jones 啊，呢個雲中士先生咧，郵政局長咧，佢喺戰後仍然係擔任郵政局長啦。咁佢在那個文章裏面解釋得很清楚呢，由周文王開始講起中國幾千年來鳳凰的傳說，譬如說鳳凰是棲在梧桐枝，鳳凰會喝清泉的水，還有鳳凰是代表百鳥之王，鳳凰代表吉祥，鳳凰代表和諧等等。我相信呢位郵政局長身為一個英國人咧，佢對中國文化認識咧係高過好多好多華人，而且佢係非常之尊重同埋仰慕中國文化。呢、這個只係個普通嘅香港政府官員嚇，咁呢樣嘢咧，大家可能唔記得咗，原來所謂殖民統治百幾年係嘛？原來英國人眼中嘅華人係有咁嘅地位。而且仲要再提一提咧，就話呢一個所謂漢英升平幻想咧，仲有個最初個草圖咧，係寫1944年嘅。當佢1943年喺個集中營裏邊食都冇得食嘅時候咧，佢已經覺得同埋相信同埋非常之樂觀地認為日本會喺一年之內俾盟軍打敗，邪不能勝正。係嘛？佢有一個必勝嘅決心，同埋一個樂觀嘅情操。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就話係非常之令人欽佩嘅，估都估唔到。咁當然最後佢又要寫翻1945年啦，因為原來1945年8月日本先知喺兩個原子彈之後宣告投降。咁原來比佢最樂觀嘅想法咧係遲咗一年嘅。咁我想講咧就係話其實。英國人構想的未來香港，在打敗日本之後呢，香港的華人、白人、所有歐洲人是平等相待，是共建繁榮，這件事是非常之難得，
仲有咧就係話誒，佢哋對華人係非常之尊重嚇，同埋佢本身亦都有一定嘅漢語水平。咁就講到呢度，休息一陣先。好啦，我哋再睇兩幅圖啊。呢、這個第一幅咧，而家見到咧就係、是、香港嘅郵政局長俾英國倫敦嘅郵政局長嘅一個函件，就話佢點解要建議用佢嘅設計。咁而嗱，呢、這個就係個函件。嗰、那個原件咧就好似兩年前係拍賣咗，但係之前咧就喺倫敦嘅郵政博物館裏邊咧係展覽過嘅。咁嗱，下一個咧就係佢嗰個文章啦。嗰、那個文章咧就介紹佢設計嘅經過啦，喺集中營嘅經歷啦，同埋要提一個人咧，就兩個人冇親戚關係嘅。嗰、那個咧係公務局嘅首席繪圖師，亦都係一個英國威爾斯人，佢就叫做 Jones， 即係宗師。呢、這個就雲宗士，嗰、那個就宗師，即係個 Win Jones 咧個 hyphenated name， 佢係應該就冇乜關係噶啦。因為英國好多嗰啲叫 double barrel 嘅，即係 hyphenated names， 佢係可能有啲貴族同埋大家族嘅背景，然後將兩個家族夾埋一齊，所以佢 Win Jones WYNNE hyphenated 就係 Jones。Jones 咧係一個最普遍嘅一個威爾斯嘅姓氏。咁就嗰個公務局嘅首席測量師咧，就幫佢做咗啲加工，但係主要原本個圖咧就係郵政局長自己畫嘅，咁Jones 幫佢做咧，就用咗啲顏色嘅蠟筆，再加翻啲嘢落去，咁最後出嚟嘅郵票好明顯咧，就同佢原本嗰個設計咧係大同小異，就唯一係改動嘅咧，就係呢一個漢英大和，就變咗漢英升平。我哋揾唔到關於呢兩位英籍人士嘅任何資料啦，除咗當時香港憲報係有一啲記載咧，就話佢擔任過一啲公職啦，一個郵政局長或者首席繪圖員啊，公務局嘅，咁佢哋擔任一啲政府嘅委任嘅公職係一啲都唔意外，但係佢哋生平日事咧就揾唔到好多，佢哋嘅肖像亦都揾唔到啊，咁但係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話佢嗰封信咧就已經係講得好清楚，佢係即係，我覺得嗰個故事本身已經非常之動人，就係話佢對於日本將會被打敗係非常之樂觀，同埋對於將來和平之後嘅香港嘅華人同埋歐洲裔人係點樣共同相處，建設美好未來嘅香港咧，係嗰個精神咧。是令到人覺得即可以說是肅然起敬，那就我想關於這個郵票呢，就可以看到呢，其實在殖民地統治之下，尤其是三年零八個月之後，外籍人士和華人之間的關係不是現在一些政治宣傳講到那麼即劍拔弩張，是吧，不是講到咁對立、咁敵對同埋咁不平等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咧，佢係好謙虛咁樣去接受同埋尊敬中華文化，同埋佢同呢個國民黨嘅海軍將領，我唔知道個名字就冇講啦，因為喺而家記載度揾唔到佢名嘅一個好坦率嘅交談咧，就會即刻修改意見，將大和改做升平。所以我本書裏邊咧，我都用咗啦。是漢英升平同埋鳳鳥復興咧，做咗兩個章節嘅標題嘅題目，咁我覺得係非常典雅。最初我睇到呢個郵票同埋呢四個字，唔係呢八個字嘅時候咧，我就以為係一啲漢學家寫嘅，我估唔到係一個英國人喺集中營裏邊諗出嚟嘅八個字。當然做過啲修改，係合理嘅修改嚇。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郵票的故事，呢個就係香港嘅歷史，香港嘅過去。好不幸地，而家呢啲嘢都唔再存在。但係如果英國人教會我哋啲乜嘢咧，就係話點樣建立一個現代有普世價值嘅新世界咧，
點樣唔同種族、唔同宗教、唔同嘅背景嘅人可以和平相處，可以喺廢墟裏面重建繁榮。呢一啲嘢咧係值得我哋去仔細去體會嘅。咁就另外要講一講咧，就係話雲中士咧亦都提到鳳鳥復興鳳凰誕生之後咧，即係由周文王開始講起啦。呢個就係佢講嘅 ，The Wen King of Zhou Dynasty 啊。周文王開始講咧，就話有個明君嘅出現，有個太平嘅盛世，有一個和諧。嗱，古代嘅中國當然唔係一個民主嘅制度啦，但係佢所講嘅明君呢個概念咧，就話唔係講個國家嘅強大，而係講嗰個人民之間嗰個友愛和睦相處，講嗰個社會嘅和諧，講我哋係建立一個新嘅繁榮，講呢個以德服人，而唔係以力服人，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揸住一隻航空母艦去耀武揚威，而又喺南中國海嗰度宣示主權，唔係一啲咁樣嘅復興，而係一啲帶住和平同埋善意嘅一種復興。咁我哋再休息一陣先。好，我哋星期三最尾個環節咧，我就講一下一個即係郵票嘅故事就講完啦。呢一個咧都係一種對美好嘅過去一種追思，但係如果我哋保持呢一種咁樣嘅價值觀咧，我認為即使香港點樣變化咧，我哋嘅心境都係平和，我哋對未來都係樂觀嘅。香港唔係屬於華人嘅香港，係香港係屬於世界嘅香港，係嘛？英國人留翻好多好嘅嘢，呢啲係無形嘅資產，這個我哋要記住啊。好啦，咁我哋講咧就係所謂十九大嘅勝利閉幕啦。十九大嘅勝利閉幕咧，最關注嘅就係常委嘅產生。中共嘅常委咧，除咗呢、這個李克強同埋習近平之外咧，基本上係換曬班，唔係全部換曬班，唔好話咩基本上啦，就係、是、咧我哋睇到咧就係、是。趙樂際啊，同埋呢個栗戰書、汪洋、王慧玲同埋韓正嘅嗱，好多人就話韓正係江派，有好多人話習近平同呢個李克強係貌合神離，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冇一啲咁樣嘅江派習派互鬥嘅無稽之談啊！任何相信呢個人，無論你喺加拿大定係邊度，或者香港，你或者數字台或者邊度都好啦，你呢啲都係一種嘅受到，我諗係有意無意、有心無心，或者係你嘅無知、幼稚或者別有用心，你都係受到法輪功媒體嘅一啲誤導，然後就誤導蒼生。今次即係90歲過外高齡嘅江澤民咧，除咗行動有少少不便咧。他的神智非常之清醒，同埋佢嘅情緒係非常之高昂，著緊三件頭嘅西裝，係非常之活躍地，係或者好積極地，間中打下喊路咧，就係參與成個十九大嘅過程。咁但係呢個新常委咧，我哋要睇就呢幾個，譬如王慧玲呢幾個人係咩人咧？除咗韓正，我哋講過就話韓正當日接掌上海咧。就係、是、同習近平咧係交棒嘅，如果冇記錯啊。韓正嘅入常咧，就證明呢個所謂江澤鬥咧係無稽之談啦。但係其他嗰幾個，除咗栗戰書係習近平嘅家臣啊，絕對忠誠之外，你睇到咩？呢班年輕人咧都唔可以獨當一面，相對年輕啦。而呢班年輕人咧，全部都唔係。內定的繼承人或者接班人，我們看到呢很明顯就是當習思想寫入去黨章之後，當現在習近平是一人獨大之後呢，他要選出來是掌管十幾億人的命運，是掌握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的資源的這班人，那個核心的領導層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絕對完全毫無保留地忠於一個人，
呢、這個就係習近平，而佢哋本身咧冇一個會成為接班人。點解唔會成為接班人呢？因為睇嚟習近平嘅統治咧係唔會受呢個七上八落嘅限制。習近平咧應該係一個終身制嘅，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最高領導人，執掌絕對權力。呢一樣嘢咧，應該短期內係一件壞事，因為佢對呢個中國經濟嘅傷害、對環境嘅破壞，同埋對於中國文化嘅摧殘，或者人民嘅自由同埋民主咧，全部都係應該係負面嘅啦，好不幸地。但係對共產黨嚟講咧，這個未必係一件好事，因為點解咧？我哋睇到歷史上嘅馬克思、蘇哈圖、波爾布特、金日成、同埋呢個卡達菲、穆巴拉克，任何一個執掌絕對權力嘅統治者，最後成為一個極權嘅獨裁者之後，如果佢統治得越耐，然後最後成為一個終身制嘅領袖，喺佢駕崩之前咧，嗰、那個權力嘅真空咧會出現一個巨變。即係話，如果習近平嘅做法係同以前嘅江澤民同埋胡溫係差唔多，即係話係一個集團嘅領導，而係一個和平同埋有秩序嘅接棒咧，咁反而共產黨咧就可以千秋萬世。但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習近平人亡正式嘅時候咧，共產黨最後繼續統治，尤其是係當呢個高壓統治係延長咗超過20年之後，就會出現好大嘅變數。呢、這個變數可能係一件好事，不過我哋唔知道，因為實在太長啦。我就覺得我要用平常心去看待。西方嘅世界係冷待呢個十九大，但係西方嘅世界據我了解咧，而家對於中國經濟嘅睇法咧，都係有保守地樂觀，同埋因為中國嘅經濟體系嗰個實體咧係實在太大啦，咁商機處處呢個係事實，所有嗰啲資產嘅泡沫咧都唔會急於爆破嘅。所以就唔需要有任何幻想啦。其實而家美國股市咧，亦都處喺歷史嘅高位。如果你要爭論嘅話，美國都處一個好大嘅資產泡沫。咁你有資爆都有未爆，係咪先？所以全部都唔會爆，因為而家佢哋玩財技嘅嗰種嘅經驗同埋智慧咧，係高過10年同埋20年前好多嘅。所以佢可以喺一個債務繼續膨脹同埋基建繼續增加嘅情況之下咧，佢掌握咗絕對嘅資源同埋所有貨幣財金政策咧，都係控制喺中共一小撮人嘅手上。佢哋嘅實際嗰啲叫 technocrat 啊，嗰啲技術官員咧，佢哋處理金融問題嘅能力咧，亦都唔係咁弱嘅。所以咧，喺犧牲咗十幾億人這個大的土地上面的長遠發展和將資源錯配之餘，它的經濟仍然可以有增長，是吧？這一件事呢就我們一定要接受，同埋因為經濟仍然有增長呢，對於外面的資金和投資者的吸引力非常之大。因為現在不經不覺呢，以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呢，你用不同的計算方法，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呢，在可見的將來呢，是會大過美國的。那如果你是蓄意地不將資金擺在中國大陸呢，你就對自己的，即是作為一個投資者的角度呢，你可能是覺得很難向你的股東和你的顧客去交代。那所以我看到呢，就是說要講一些不是那麼好的消息，就是說中國對自己的公民所實施的暴政和對人權自由的剝奪呢，是只能夠換來國際社會的冷眼旁觀，這個就是現實。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應該要繼續憑我們的良知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是要盡量地沒有選擇性地講真話，以及我們要有時要作出犧牲，維持
社會嘅公義。咁至於話香港喺未來中國嘅角色咧，我諗佢係繼續會減弱啦，因為上一集已經講過咩叫全面管治啦。咁但係咧，正因為佢處處提防香港，係對香港又有如望在背，當係眼中釘，所以我覺得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人心不死咧，我哋係仍然可以喺唔投降之下頑強地去對抗。我唔係叫大家去做一啲過激嘅行為，我只不過係大家應該要尊重自己嘅良心，同埋堅持自己嘅立場，是其是，非其非，係嘛？我哋應該要堅持維護香港嘅核心價值，要諗下當日 Win Jones 同埋 Jones 呢兩位嘅港府官員喺赤柱集中營嘅時候，在面對絕望的環境仍然可以堅持去對未來的樂觀，以及認為勝利是屬於正義的一方。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怎樣慘都不會慘得過1942至43年的赤柱集中營裡面那些被囚禁者的遭遇的了。那所以我們好了，那就今日星期三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總之就是說面對逆境可以失望，但不能絕望。我哋要記住，香港係曾經係一個化為灰燼嘅火鳳凰，但係後來亦都可以重生，因為喺當時嘅香港嘅殖民地官員，即係應該話我哋嘅英國人帶領之下咧，係從來都冇放棄到。只要我哋唔放棄到，只要人心不死，係無事不可為嘅。咁就講到呢度就差唔多啦，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